肥料的种类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肥料的种类很多，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，可以将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别。按照肥效快慢分类，可以将肥料分为速效肥料、缓效肥料。速效肥料施入土壤后，随即溶解于土壤中，而被作物吸收，见效很快。而缓效肥料则相反，大部分的氮肥品种、磷肥中的普通过磷酸钙、钾肥中的硫酸钾、氯化钾都是速效化肥。按照酸碱性质分类，还可以将肥料分为酸性、碱性和中性。酸性肥料的水溶液呈酸性，碱性肥料的水溶液呈碱性，中性化肥的水溶液既非酸性也非碱性，可适用于任何土壤，如尿素。此外，也可以根据形态将肥料划分为固体肥料、气体肥料、液体肥料三种。